重训之前适合吃哪种食物呢？重训的人在运动之前比较适合吃什么？我的答案是 B。 这题我答错我一定会被我老公骂死。为什么？他一天到晚都跟我讲说减肥要吃什么，重训你要吃什么，然后我都忽视他的话。其实你忽视他有一段时间。不会不会，他在这个时候还乱做面子，多好的一个男人，回去还要相处啊。晚间六点，京都念慈庵全明星攻略，